换个角度，新加坡新体验，四位美女走到每个打卡必到景点，精神不断，大胆尝试，挑战自己。这一生一定要跳一次蹦极转吧，好玩好刺激。特色美食多不胜数，吃买玩全攻略。再来。哎，我们终于完成了。玩转新加坡无限市，周四晚上8:30 ，TVB 8。